发夫受之父。母其礼祭君，其情一等，生则养，死则哀，故曰三年之丧，天下之达礼者也。汉礼，天子崩，自不欲治，于登遐及葬，丧祭之制，与夫三代变异，魏晋以来大体同汉。然自汉文革丧礼之制，后代尊之，无复三年之礼。即位武陵中，宜令天下上，未安定，未得尊古，百官当临终者，十五举，因葬必便除，其将兵屯戍者不得离。不魏武以正月庚子崩，辛丑疾病，是月丁卯葬，是为不逾月也。即宣帝、景帝之崩，并从权制，文帝之崩，国内服三日，武帝一尊汉魏之典，祭葬除丧，然由身衣素，官将席撤善，太宰司马孚、太傅郑冲、太保王祥、太尉何岑、司徒领中领军司马望、司空巡以车、骑将军贾充、尚书令裴秀、尚书仆射吴该、都护大将军郭建、侍中郭随、中书监荀勖、中军将军杨护等奏曰：臣闻礼典诡度，封杀随时，余下商周，贤不相习，盖有有也。大晋少成汉魏，有格有因，其余足矣，新化而已，故未得。皆反太素，同归上古也。陛下既已辅尊汉魏，将丧之典以纪时，物而公蹈大孝，情过乎哀，素官身衣，将席撤善，虽武丁行之于殷氏，曾敏履之，余不依，未足以于方。今今蛮未移，庶正。PG 370。魏义万机是因董劳神律，起皇权遂圣旨，以从至秦臣等，以为陛下以歌情以康，时祭俗折敕御府一服，内省改作太官复善，诸所施行皆如旧制。诏曰：美感念幽冥而不得，终居叠于草土以存此痛，况当时道衣锦，臣诡然激切其心，非所以相解也。吾本诸身家传礼来久，何心一旦变异此情于所天，相从以多可是沈孔子答载我之言，无事纷纭也。言及悲包奈何奈何，夫等重奏夫读甚诏，感以悲怀折思，仲尼所以易载我之问，甚思所以不能以矣，甚深甚笃。然今者干戈未及，武士未演，万机至重，天下至重，陛下以万乘之